那个接下来我已经把这个画已经画了三个了，后面还有三个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后面还有几个？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最外面这个是本来就有的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说也是一样画一条线，那这条线从这边到这边啊，过来我不知道到哪里，可是我至少知道一定中间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按空白键结束掉。可是呢，我的下一个圆它应该会多多少？等于再多这一条线再多多少？70除以6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教过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这一条线要怎么样拉过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点它一下，它是不是有三个点？三个点之后呢，我们要针对最右边这个点怎么样呢？它这边也叫什么？拉伸，拉伸就是拉过去的，拉长嘛。一条线可以拉长，也可以调整，那我们要拉伸，所以你点。最右面最右边这个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就好了。点一下之后，然后再拉伸，拉伸之后拉伸多少？给它一个尺寸，70除以多少？除以6，Enter，它就帮我这样再拉过去了，拉过去，拉伸之后再把它空白键结束，按一下它就结束了。等下慢慢习惯了，因为可能刚开始不太习惯啊。这样这一条线不就是我们要的一样的方式有没有？它就有终点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然后呢，再过来，再点一下这边，对吗？端点，然后一样的方法就修剪，空白键，然后再把这边有没有空白键结束掉，再点一下它，然后按修剪，就先就修剪掉了，应该了解意思了哈。或者甚至你 Ctrl Z 复原，记一下 Ctrl Z 很重要，无论哪一个。软体都有 Ctrl Z 复原，因为这一条线其实说真的，要不要？